新年快乐，五谷生威。龙猫常人之间互比攻击，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人的叔叔阿姨们，祝大家春节快乐，虎年行大运，虎虎生风，虎虎添翼。Thank you.
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祝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顺意。今年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春节，在这个疫情当下，我们两年之后再次欢聚一堂。我们后面的农家乐小院子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昨天晚上连夜手工制作的，百分百全部是我们手工制作的，所以呢体现了我们工作人员非常的用心。我知道呢叔叔阿姨们呢很多的还有很多就是顾忌对这个疫情，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呢我们在此呢也鼓励大家勇敢的走出来，我们做好防护工作，然后我们继续出来活动啊，然后这样的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心情都是有好处的。那话不多说，后面呢我们还会有精彩的表演，还有我们的礼品竞猜，我们最喜欢的环节年夜饭，还有大礼包红包。再次呢就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好，谢谢综艺，谢谢综艺。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活动组的负责人 Steven 郑老师来给我们讲话，有请。好，叔叔阿姨，大家上午好啊！今天开不开心啊？啊？没声音啊？也在此我们祝各位叔叔阿姨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也祝大家来永康，来永康常健康，好不好？好。那么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有简老师的课程的表演，以及我们有抽奖活动。今天的抽奖啊，所有在场的会员都有，好吧，都有奖啊。我们要待到后面，好吧？好，谢谢张老师。那今天老师也说了啊，我们今天的活动好戏连连，请大家拭目以待。那接下来有请简老师和上班的会员叔叔阿姨们，请上场。来，简老师合唱班的叔叔阿姨，来，叔叔周阿姨、田阿姨、吴秀宝阿姨在哪儿？
尾号是一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尾号是一的，好，奖券给我阿姨。在座位上等，阿姨在座位上等一下，不要着急，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奖品送到您的手上，不要着急阿姨，等一下。一号，对，一号，一号，票给我，一号，来来。好，领到奖品的叔叔阿姨，领到奖品的叔叔阿姨，请回到座位上。好，我们现在开始接二号。二号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个小玩意儿，叫兔爷。我们过年的时候，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尾号是二号。二号。手里边有。二号的叔叔阿姨在哪儿？二号，哎呀，宝藏月饼。还有没有二号的叔叔阿姨？刘东辰叔叔。好，三号。好，三号是小礼盒，请手里的数字是三号的叔叔阿姨坐在你们的座位上。三号的叔叔阿姨手里边拿的号码是三号的，还有没有？三号。看看我们有没有漏掉的？哇哈哈，我们大家小的时候肯定都吃过糖葫芦。好，四号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这边王秀花阿姨，五号请准备你们的奖券。五号，哇，五号是盲盒，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好，五号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五号这边，稍等叔叔，现在我们发的是五号的盲盒。好，六号和九号不要弄混啊，叔叔阿姨。好，请手上是拿到六号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坐到座位上，工作人员会把红酒送到你们的手中。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年夜饭大餐，赵医生叔叔一个人吃懒龙，可以吧？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换换口味，我们今天不吃龙虾了，我们今天吃鲍鱼。哦，所以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的饭已经来了，我们马上准备给大家发出来。下面我们让某某继续给大家发奖品。哇，还有一个六号，哪位叔叔阿姨？这儿，于阿姨。对，好，我们接下来打开七号。七号是暖暖的围巾，七号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蔡阿姨等一下看。好，我们为了等一下赶快开饭啊，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来，七号李叔叔，稍等。好，我们八号的奖品是礼品篮，那只有一位幸运的叔叔阿姨，是哪一位？看我们的礼品篮花落谁家。八号有没有？阿姨，你的是八号吗？没有，不阿姨。哎呀，恭喜你，全场唯一一个八号。九号是老虎布偶，你们大家喜欢的老虎布偶。九号哪边？好，九号，请手里是九，拿到九号号码的叔叔阿姨，请举一下手。对，叔叔阿姨，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春节庆典活动呢，就算是圆满的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发年夜饭，还有我们一直期待的大礼包和红包。再次祝大家虎年行大运。春节快乐，发大财。元宵节，对了，接着元宵节我们还有什么？情人节。所以有情人的现在要准备好带你们的情人另一半参加我们的情人节活动，没有情人的时间很急哦。没错，杨茂丽阿姨说没错，没有情人的怎么办？还有两个星期，抓紧时间哦，叔叔阿姨，时间不等人哦。找一个奖项。
么性别、什么年龄，只要您开心就好，就是我们永康工作的宗旨，让叔叔阿姨们开心、快乐、身体健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也是永康存在的意义。宣布永康成人日间护理中心2022年虎年春晚圆满结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龙腾虎跃，虎气冲天，祝我们中心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威，更上一层楼，大家明天见，谢谢大家。Oh,
青山在。